Hello， 大家好，我是威毅。今天我又在臭水了，但是今天我不冲浪，我要来拍大家冲浪。那今天是10月28，星期六，早上5点半满潮，然后到10点半的时候会干潮。现在的风没有什么风，然后也没什么雨，但是预报上就是风蛮大，雨蛮大，好不好？但是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会尽可能的拍大家冲浪。但现在看上去呢，海上没什么人，好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应该是这个我们的高材生，这个阿乐老师跟这个阿明，好不好？那还有这个蔡皮巴欧文，然后现在有这个许多的浪的朋友会下水了，那就看能不能拍到大家啦。那为什么我今天没冲浪，就是因为我的脚昨天撞伤了，所以我需要休养几天。那趁这个机会，我就来拍大家冲浪。这是一个新的影片，搞不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题材，就是这个 Surface of Taiwan， 好吧？我们也是要有自己的台湾冲浪频道，那就一步一步来啦。OK， 拍大家冲浪了。I'll wait to see your golden smile.Feel of a thousand kisses. Oh, we stay a while. I'll reach up to hold. 现在的浪还算有点满哦，所以等一道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那今天我也忘了带脚架，所以这个如果拍得很晃，请大家见谅。那我们就静静的欣赏大家的演出啦。我怕我自己讲太多话变这个嘴炮摄影师。哦，他现在在卖鸡胸肉，太忙了。我可以来继承他的这个遗愿，不是遗愿了，自愿。嘴炮摄影师2号。哎呦，这不是我们的欧文哥哥吗？呜呼！哇，笑这么开心哦！哇塞，有没有呢？哦，稳稳的，有，但是有点厚。有没有呢？啊，是不是？很好，哎呀，很好，稳稳的站起来，哎呀。跑过去了，哦，完美，对，很好，有没有？就是很容易卡住啊，失速，这就是浪不给力。大家看，我们现在左边有一道圣光啊，这个俗称的耶稣光啊。好，双开，哎呀！刚好有个从这个石头左边上岸，所以大家可以看这边其实是有一点小沙地，可以让大家走的。Freeway, freeway。这道，这道应该算是本日最好了。哎呀，加油！好。各位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清楚很多哦？因为我刚刚发生一个很糗的事情啊，就是我的麦克风的麦克风线竟然没有插好，那我就这样录了很久，难怪我一直觉得怪怪的，因为看重播怎么觉得哎，这个声音这么的噪啊？那刚刚仔细看一下，确实这个麦克风线根本没有插，这边这个跟大家抱歉一下，那。我来重新讲一下刚刚我讲的那段话，因为那个声音实在是录不好。就是说，你看大家就是今天冲浪的人啊，就是冲浪不是说
冲得特别好，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不是因为他们程度不好，而是说冲浪真的蛮难的，就是它是我认为啊史上最难的运动，因为它的条件太高了你看必须要这个风风首先要没风，能量要有，那再来浪向要对，风向要对，还有潮汐要对，你才可能构成一个好浪的这个标准。那不是说每一次都有好浪，那你必须像要玩到这种浪比较不好的时候。可是呢，因为每一次都不同呢，他们没办法像说打篮球，你可以在同一个场地同一个篮筐，每天的练习，早中晚都练习，你能来到海边的机会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冲浪的难度是太高了，所以很敬佩说，冲浪冲得好的人他们的专注力跟耐心一定是一等一的。不只是说在冲浪上，如果冲浪冲得好，基本上在社会上就是一定是可以专注力比一般人还要高的。所以能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本属不容易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说冲浪冲得好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就是可能容易出现骄傲但是这个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你其实在任何的时候呢，你当你做一件事情做到非常好的时候一定是比较骄傲的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学习说可以谦虚一点我还是有遇到说蛮不错的浪人也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有遇到脾气比较差的那我们就可以说自己怎么去看不同的人事物去做学习那确实现在的浪真的不是说很好玩那我不知不觉就讲很多话因为这个我终于能了解这个 Darren 为什么一直嘴炮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在等待过程中总是会想要讲一些话那不知不觉就这样子录下去了所以我也是向这个嘴炮摄影师 Darren 致敬让我在脚受伤的时候还可以享有一些这个嘴炮资格好哇塞我们的阿德老师First impressions But these few nights have raised some questions I've never known where I'd belong But you've made this place feel like home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其实就是说感谢大家的支持，就长期看我冲浪的影片啊。我最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拍一个类型的影片回馈给大家？因为我自己知道，大家冲浪啊，就是你可能冲一整天，你只有一道浪，其实你很期待那一道浪被记录下来。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个方式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我这个影片都是拍 4K 的，所以大家可以开成 4K 的模式，然后做截图。或者是影片的这个录制，应该画质都还是不错的。那个档案我通常都不太会留，因为档案很大，所以我都用完以后差不多的时间我就把它删掉。那 OK 啦，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的脚应该也还要再一段时间，但是接下来我要去垦丁、台东冲浪，所以还是只能尽量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肿起来。好了，那如果这个影片是大家喜欢的类型，或是你们还想再看的话，还想再看我拍的话，也希望说可以多多支持。然后，如果这个影片的流量够，我就可以长期的持续做下去，就
是算是好不好 ？Service of Taiwan， 我们总是也是要一个冲浪的频道。好，下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威毅，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别忘了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